又是一人自己画的。那这次两块不行，用另外一块做的。因为它太热，是我的。而且我喜欢喝水。不行吃哦，很好吃啊。正当你看到这封信，爸已经被喵病毒入侵，母正出发寻找疫苗。天真鸟挑战独自照顾四岁的弟弟，度过一天的防疫生活，挑战自己煮饭生存。你有三个任务要完成，同时有三次救援机会，遇到困难喊出家乐福经营救我。本片感谢家乐福线上购物邀约拍摄防疫生活，成功的话你跟弟弟可以加30点，一天再努力也只能赚6点，30点爆多。任务一的盒子放冰箱里，这些神秘道具哪来的？时间回到前一天86400秒之前。Hello， 大家，我是许博，今天开箱我们新家的厨房。为什么做厨房呢？觉得这两个家伙拖累我们的搬家进度。本来要上学，但现在都停课了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新家只有厨房地方弄好。大家看看那个地方，好多东西耶！没有电视，没有沙发，地上一堆垃圾，还有一只厌世的猫。小吉普的新家是我们新做的哦，早就在家乐福线上购物囤好物资，之前买了2箱懒人包、防疫关怀箱跟有机蔬菜箱。哇对对，这个。光的，我们来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。地瓜叶、茭白笋、芦笋、香菇、辣椒，辣椒是非常重要的。里面还有一个新香料，让你可以在煮菜的时候有一些新的花样。高丽菜、空心菜、青葱菜都是有机的。鸡在哪里？查看，你说有鸡耶，在哪里？但就在开箱厨房到一半时，徐博突然被喵病毒入侵大脑，于是7岁照顾4岁，一日挑战开始。任务一：吃午餐。任务限时1小时。第一个任务说明：这是照烧牛肉米汉堡，是你们的午餐。这是轩第一次自己煮东西，以前都是爸妈帮忙的。轩可以做到吗？我有2个汤，现在要微波。轩第一次使用水波炉，他有办法按图操作吗？等待水波炉的过程，虽然嘴巴在碎碎念，但是你还是帮弟弟掺牛奶。天，两个小屁孩在偷喝饮料。原本只想拆一罐给弟弟，天上剑又掉下一罐了。成功拒绝牛奶诱惑后，认真等饭煮好。看来是要拿盘子装汉堡了，选择了铁盘。阿布要吃饭了，你去哪？家里有2个男孩，还有大的电动是很正常的事情。平常是没有的，平常那一天只玩10分钟。等待时间不玩白不玩。哎，怎么又跑回来了？汉堡不是好了吗？为什么还在那边哼歌？请用手套拿出来。哦，金手许轩有铁砂掌的潜力。轩瑞狂吃的同时，现在揭秘今年的迷蛋生。这是轩圈拿手机究竟要做什么呢？居然是要拍家乐福照烧牛肉米汉堡的评分时间呢？1万，一到100，我给他99.5。领取任务一奖励。现在我们要去找找看国语课本87页。哟，找到一箱了，旁边有奖励一箱子，这是家乐福线上购物防疫关怀箱。这里打开，有苏打饼干、排骨鸡、更多面、饭、油、口罩、吸收炉、罐头、更多罐头。
就是柴米油盐、酒精与口罩日常所需。你觉得他们会多拿吗？考验人性的时候到，平常在我们的尊尊尊尊是谁？圈圈现在脸是笨得狰狞，他正在选择说他到底是要加三点还是要吃他塑料饼干。奖励跟点数只能择一，点数可累积用来打电动或吃零食。任务二，写作业。现在要来写功课。现在小学生算停课但不停学，老师每天都用赖传功课跟进度过来，我们写好作业再回传给老师，老师又再回传要订正的地方。老师就是每张图要这样放大放成这样写字，每天要看二三十个。因为上次有看到老师说，我觉得我眼睛快不行。由于一年级小学生识字还没这么多，却要挑战自己完成作业确实有难度。这是他第一次独立做六项作业，挑联络簿、国语、数学、体育、阅读、家事，他有办法顺利完成吗？正在抄联络簿。这个转印有乃夫真传，国语不简单。怎么突然站起来？家乐福小精，家乐福小精灵，请来帮我喵喵喵！他力转战全校，家乐福。家乐福精灵现身。我会在一起功课。他不就写得非常的清楚吗？写好了，落水。瑞继续放飞自我，四岁生活就是朴实无华且丧失。这个运动能力，我有乃夫人传。写完功课就要整理好桌面。此时的弟弟，现在客厅干净。领取任务二奖励。我们事情都做好了，在小西部的家上面拿到奖励，可以在这里敲一种一种一种。现在这个开心呢。瑞究竟会拿几个呢？在哥哥的监督下，只有拿一个。在硬撑吗？任务三，吃晚餐。享用完后，请到冰箱中层领取任务三哦。最后的奖励。晚餐是家乐福线上购物的有机蔬菜箱。阿弟，你要啃萝卜吗？好。有机的雪白菇、红萝卜、青松菜当选。再来挑几种肉。会是懒人福音，家乐福有机蔬菜箱，直接帮你打包一箱，不用一箱一箱加购物车。总共十一种随机蔬菜新香料，让你有种开福袋的惊喜感啊！这年头爱吃红萝卜的小孩不多了，只放两朵进碗里，看来晚餐就是一小碗呐。现在来洗菜。非常会按图做事。哥哥居然还有空回他，看起来很可爱，可他其实没有。前置完成，放进水波炉，按钮很多，其实还挺复杂的。果然爸妈不在，就是暴打电动啊！难怪能盖那么好，居然这
你不注意生活，你怎么好卖会计书？跟你说，终于要去拿晚餐了。这是家乐福有机蔬香菜，是有机蔬菜香。原是故意先拿利用打了菜凉才能拿。气拿起整根红萝卜，不愧是世家好男儿。不要用手拿。红萝卜居然已经吃掉不少。第一次看我这样吃红萝卜，小孩。评分全部是100分。阿定，你现在你觉得几分？1分。1分很小，1分是最小的。最终任务解救徐波，现在来打开最后的结束。到底被喵病毒入侵的徐波病情多严重呢？得病者情不自禁觉得自己是猫，这是徐波病发时用猫砂盆尿尿的画面。睡觉的时候去想吉普的窝，看来中毒不浅了。此时徐磊找到最后的任务卡，完成任务三后大声呼喊妈妈，最后轩瑞小英雄从图卡找到了妈妈。现在你只要念出咒语，我以后要赚100万给爸爸妈妈花，爸爸就会恢复成正常的人。我赚100万给你们两个。对，家乐福线上购物超方便，现在常温冷藏冷冻消费满800免运费，新会员加入还有送300元线上折价券。最后也提醒大家一些防疫采买的小撇步，采买前列好购物清单，一次买好快速安全，出门采购做好防护，卖场又有防疫措施保护大家。想要快速采购，不要错过家乐福卖场跟线上购物的防疫专区，无接触支付，快速方便，家乐福钱包就很方便喽。不然就像我一样宅在家，线上购物送货到府。只老师拿出奇怪道具，说可以让它发出声音。往你那边呢？哎呦喂，呦喂，呦喂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打架啊！